今天抽查一下，看一下昨天教的东西大家都学会了没有。今天谁值日，起来回答一下。老师，我不会。哼，一抓就一个不会的，把昨天的课文抄十遍。下一个，学号九号的来回答。老师，我还是不会。哼，又一个，抄二十遍。下一个，再答不出来继续加倍。上次落选没及格的起来回答。老师，我真不知道。你们就糊弄我吗？一抓一个准，加一个再翻倍。小品，你来回答。老师，我是真的不会呀。不会你还有理了？昨天不是说都听懂了吗？结果这才过一天，抽查那么多人都不会。可是小美老师，你从头到尾抽的都是我一个人啊，我已经要抽一百多遍了。